大家好，我是玫瑰鱼研发主厨，我叫曾博山，将为大家示范的一道料理，鲜蔬时尚健康组。食材有山药、蒟蒻、地瓜、鸡蛋、牛番茄，还有芝麻、栗子、花椰菜、芝麻叶、樱桃萝卜，重点就是我们的低筋筋。首先将蒟蒻拍打，划刀切块，放旁边备用。再来是切牛番茄，表皮划薄薄的刀。水滚之后，倒入了我们的低筋筋，依序加入我们的食材。食材丢下去之后，开大火转中小火煮五分钟，烫熟之后依序把食材捞起放入盘中，放入锅中烫30秒。烫好的番茄拿过来取出，对切，对切完之后把番茄的皮顺手把它拔掉，鸡蛋对切，然后开始摆盘。再撒上芝麻叶，再滴入鸡精，OK， 这就是我们鲜蔬时尚健康组。